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同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、山泥傾瀉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嘅。嗱，海高斯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啦。嗱，喺過去幾個鐘頭，本港個風勢咧係迅速咁樣減弱。天文台咧會喺今日上午11點至到中午期間係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要留意咧，初時本港個西部高地咧係個風力會仍然係較為大嘅。喺上午10點咧，海高斯係集結喺香港嘅西面，大概係140公里。預料佢係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，時速約25公里，係繼續咁移入內陸啦，同埋係再進一步咧減弱嘅。受到風暴潮影響啦，早上部分嘅低洼地區係可能出現水浸或者海水倒灌。受住海高斯嘅外圍咧雨帶影響咧，今日咧會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啦，同埋雷暴嘅。至於咧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咧，會係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嘅南至東南風。下午嘅風勢咧會係減緩和嘅。間中咧係會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啦，海面係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。市民係要咧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。至於展望方面咧，聽日咧會間中有驟雨，而稍後嘅雨勢咧係減少嘅。隨後一兩日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